现在走到一个比较比较不是观光客会来的地方，但身后其实都是一些高脚屋、传统的房屋这样子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对，然后沿路上其实这边整个区域可能是类似整理过吧，全部都是属于这种传统的，这种他们屋塔都是尖尖的，然后高脚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刚沿路沿着运河走，那种感觉也是不错的，很舒服啦。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沿路上遇到很多四脚蛇，就是科摩多龙，我觉得很怕那个科摩多龙就是突然冲过来，但其实也还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另外说一下，这次影片我真的是这次来都在休息齁，所以比较好像没有拍什么，但有拍就价钱减好了。有啦，拍一些吃的啦，但旅游的好像都还好，我都在随意拍拍，然后去了很多地方然后都忘记拍，所以就到时候不知道什么素材就剪什么好了。但我觉得必须得说，马六甲这个地方很惬意、很南国、很舒服，所以我觉得蛮值得来这边走走看看的，很惬意啦，真的真的非常棒。其实与其去观光区域，我更喜欢在街头上这样随意乱走。我觉得真的才可以去感受到当地的文化，虽然呢常常被告诫就是要小心，因为毕竟这里还是有一点点的治安没有像台湾这么好这样。对，但在允许范围之下，我还是尽可能到处去走走，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跟风情。在我身后啊，这个是健美先生，就是这边的拿督马六甲先生，然后大家好像非常引以为傲这样子。对，好哟，我现在休息在一家美猫喵的 coffee店 用餐休息一下。对，我已经吃完了，然后刚刚就忘了拍，等再补照片好了。那今天没有什么行程，纯粹就是发懒放松，想走就走，想休息就休息，然后想去哪就去哪。对，就是一个没有太多行程规划的一个行程。好了，慵懒马六甲就这样吧。那等一下再去下一个行程吧。路过这一家叫德兴隆，然后他是吃面疙瘩，超好吃的，然后又满满的蔬菜，根本就是我的爱，而且贵才八块钱，然后还有鸡肉丸，哇，好好吃啊，超棒的，推荐大家，然后还有放鸡蛋。当早餐就很适合，不会太油腻。刚去吃了逸兴隆，哇，真的是转角突然随便乱走发现的。然后呢，超好吃，必须说。
我真的觉得超好吃哎、欸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很对我的胃，就是味道不会太重，然后又很鲜甜，海鲜的鲜，然后还有很多蔬菜，太棒，然后又是我喜欢的面疙瘩，完全就是对我的胃，我应该可以太晚发现了，不然我真的觉得可以每天来吃一碗，而且真的觉得来。最后，因为我要离开马六甲了，所以在旅程的最后，觉得吃完这一碗都觉得哇、哦，这四天在马六甲完整了这样子。哦，好啦，现在要回去准备 check out 来去搭车了，好啦。